用着聊还是很好的，很新颖。然后我们经常出去旅游的时候放在车上，然后就是在一个景点，它不允许用火嘛，我们就开始用这个东西。大家看着很新鲜，一开始感觉是新鲜，但是在做的过程中，就是大家感觉很实用。一开始大家对这个东西可能比较陌生，然后感觉是不是会有危险？其实这东西其实是没有的。 请司仪引领我们的嘉宾来到我们的。欢迎我们的。 揭牌仪式揭牌，好，谢谢各位。超日韩月炭比较干净，不会有什么油烟之类的东西，然后不会让人就是有一种那种，我有点说不上来那种感觉，反正是就是用太阳能做饭比自己在家用那种炒锅做饭什么都好。 好了，好了。
是，你现在也可以。对，现在可以做，真的，现在可以做。你做太阳能厨师的话，你是经过反复的试验，然后自己心里大概有个预期，什么样的肉，什么样的蔬菜，然后什么样的天气，里面什么样的温度，然后大概做起来可能比之前炒菜来说可能更麻烦一些，真的更辛苦一些。我以前回到家，身上在厨房待了一天啊，那个油烟味儿啊，熏得不行。那个我媳妇儿第一件事就是说回家就得洗澡，然后就是我干了这个太阳能这做这个菜之后嘛，干这行厨师之后嘛，回家之后，我媳妇儿还问我，哎，你身上的油烟味儿怎么没了呢？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刚才的那个烤竹手，那个是印象最深的一个，它特别的比我们传统意义上的，我们传统意义上一般是烤或者说煮的两种的方式，但是这个是真正结合了烤和煮的两个的优势，又比较软和，但是呢味道又特别香。所以刚才今天酒店餐饮的那个经理过来的时候，我们还一再问，这真的是用太阳能做出来的吗？真的是不敢置信。当这个大目标实现的时候，你想我这个企业能差吗？不会差。